Hello，各位听众老爷、观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们，各位八一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三十八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 Bob、啊。大家好，今天呢，我的这个标题就叫《血色的残阳》，正在告诉所有人，中国经济已行之末路，万古的长夜即将到来。那我什么叫血色的残阳呢？这就叫血色残阳，就是太阳在地平线下了，就是你在地平线上已经看不到太阳了。这时候整个天空因为大气折射的原因啊。 然后因为，然后需要你的这个地方的整体的空气环境特别好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天上都是血色般的残阳，夕阳是血色的，特别特别的好看。但这个时候就很冷，特别的冷。哦，然后这个建筑物就叫 Shrine of r e m e m b r s 就是叫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我家对面。因为我不是被小粉红威胁要叫狼主做掉我吗？他们说要那个叫。 叫围剿那个海外那些反贼嘛，他们一直说要叫狼中国狼族来把我暗杀掉，或者抓我回中国审判，所以我也很害怕，尤其是卡舒吉事件之后嘛，对吧？送到那个万一送到中国大使馆把我大卸八块怎么办？对吧？我害怕，所以我住到了搬家就搬到了澳大利亚军军营的对面去了，墨尔本军营对面，所以经常就散步能够路过这个 s h a e f o remembers 啊，这个废话有点多。 反正就叫血色残阳。血色残阳之前呢，就是我去年一直说的，中国的经济可能现在在六七点钟，就太阳还有一半是在地平线上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称为 magic time，它是金黄色的，在我们摄影圈叫 magic time，它是金黄色的。好，那我们继续说之前呢，先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啊，拍得非常的好，是论坛上的一个老哥，名字叫博博朗尼卡维特，White, 对吧？布朗尼卡什么 t 特？ 他用的是莱克的相机拍的，因为我们后面的负能量真的特别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先欣赏一下，然后在这边还是呼吁一下，大家有空多上我的论坛来玩哈、哦，是吧？大爷来玩，大爷来玩，大爷来分享分享照片，不不一定一定要用照相机拍啊，你拿手机拍也行，只要拍的好看，嗯，好，那我们就说回来啊，就是今天要讲就恒大之后，因为恒大已经破产了嘛，那我们就要来聊恒大之后。 恒大之后呢？我们先聊一个第一个相关问题呢，就是中国的 GDP 和地产之间的关系。那中国的 GDP，中国的 GDP 在地产中的占比是百分之十。那围绕地地产行业相关的 GDP 总积占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当地产崩溃后，所有的行业都将迎来崩溃，首当其冲的就是家电行业。那二零二三年度的时候，中国的办公室楼、写字楼的空置率也在攀升。 呃、哦，就这个话题，我会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后面就是伯伯的观点，就是聊聊对美国经济的看法，脱虚向实将是未来的主流。那为什么我会从中国聊到美国，对吧？并不是因为中国东升西降啊，美美国崩溃啊，中国东升西降，而是最近我就是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美国崩溃了，美国崩溃了，他在加州。 他在加州说，加州的白人都在送快递啊，那些白人都在送快递，就送快递的价格已经低到令人发指了。那些白人都在送，他们中国人都已经不送快递了，都觉得说这个价格没办法送了。白人还在送，所以他们说美国已经完蛋了，啊，美国马上要打内战了，你们知道吗？就就跟我们直接说说美国要打内战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全面崩溃了。 什么中国经济不好？他没有感觉到中国经济不好，因为他家里面都是那个国家的干部啊之类的老老干部，还有退休的。他说我没感到中国经济不好，我就感到美国要崩溃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我在加州，加州的经济都已经差到这份上了啊！那你说美国经济好在哪里？所以我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就因为他在加州，所以他的感知是错误的，啊。 现在先聊一下啊，中国的现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当中这个小人啊，对不巧，我还得把我的那个 pen 给摁出来。这个 pen，对吧？当中这个小人，这个小人就是目前的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啊。我说的是大部分啊，比如说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一百左右的，不一百没有，百分之八十吧。我们说八十趴，百分之八十趴的中国人民就是当中那个小人，躺平了。 然后呢，手上有钱吗？有，有大概五毛钱的样子，对吧？说我就五块五毛钱，你们随便搞，要死大家一起死，我无所谓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看，在小人的头上有什么？新房市场，对吧？二手房市场，对吧？城改，对吧？法拍房，对吧？这些都是想叫小人消费的。下面也一样，下面有消费啊，就比如说买家电啊之类的贷款，对吧？教育啊这些。 大山对吧？还其实还有医疗，医疗对吧？医疗 medicine medicine m e d e 啊，医疗，医疗,医疗这些东西呢，全都是要加在这一个小人身上，说你要给我撑起来，那小人说我就五毛钱，你怎么个搞法？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崩溃呢，我们也称之为系统性崩溃。第一，中间的这个人，也就是八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同胞们，对吧？我们的同胞，中国人嘛，就五毛钱。 你说我五毛钱要撑这么多东西，我怎么个撑法？以前嘛，前几年嘛，对吧？国家大傻逼的时候，大家还有钱，五毛可能变成一块了，对吧？还能够撑一撑。现在我就五毛，有可能明天我五毛都没了，只有一毛了，你叫我怎么撑？所以我们就进入到实质性通缩嘛。第二个就是房地产市场也是崩溃的，为什么？因为人嘛，小人就这么一个，对吧？他这边既有新房市场，又有二手房市场。 还有城改市场，还有法拍房市场。也就是说，如果说房地产的市场是百分之一百、一百个 percent 百分之一百，它就变成一个分配问题。你是分到这里面，还是分到这里面，还是分到这里面，还是分到这里面？里面所以，中国目前有大概十几个城市，好像是十八个城市，要求暂停城改啊、呃！我不改了，就城中就是那个改造城市改造、呃，我不改了，你别跟我改了，你们城市一改造。 对吧？你要去抢我的新房市场和我的二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吧，我也都不想要，我就想要新房市场，因为新房市场能够拿来的钱更多，对吧？而且土地利用率可以更高，土地这一块的利用率能够更高，对吧？所以政府第一喜欢的是新房市场，第二喜欢的是二手房市场，然后城改呢，国家说我贴你钱，但是城改跌下来的钱又和这两块是有互相竞争的，现在又有人入局了，叫法拍房，对吧？ 去年中国呢，涨今涨增加了百分之七，呃，增加了七十万套法拍房，啊，那今年二零二四年呢，估计七十万还得往上涨，涨到一百四十万套，对吧？搞不好的话，直接就可能涨到三百万套法拍房，搞不好要往这个方向走的，对吧？因为恒光恒大一家就要爆掉四百万套，我上次测算过嘛，我说四十万套，结果人家告诉我说你少算了一个零，我发现了原来是四百万套，对吧？ 那所以这么多东西全都加在这一个小人身上，你你你说你对吧？真的叫克克鲁啊！最近那个最火的游戏对吧？打工人克鲁对吧？呵呵呵，是吧？这怎么玩嘛、啊？玩不下去了呀，对吧？ 好，上面吧也想要小人的钱，下面也要小人撑住，对吧？你你小人快消费呀、啊！你不消费，我们哪里来钱，对吧？你小人快贷款呀！你不贷款，我他妈钱全都在 M 二里面叫、呃、空转。你小人快搞教育啊！你要生小孩搞教育，你生的小孩搞了教育，对吧？我们才有钱，对吧？最后，你小人快生病呀！你他妈不生病怎么办啦、啊？对吧？我医疗市场怎么办？小人啊、呃，要死一起死死死掉了呀！死掉了呀，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个人，哎，他很开心，抽了根香烟，一脸的开心，对吧？对了嘛，哎，你们全死了，我就可以搞回进化经济了呀！哎呀，啊，时机到啦，哦，天时地利人和，哦，棒极了，对吧？哈哈哈哈，对吧？ 啊、哦，我爸爸的，我我的爷爷，我的偶像，全都是搞计划经济的。到了我手上，终于有办法搞回来啦！哎，太好了。呵呵呵。哎，所以，所以我我比喻现在啊、哦，你看到的是血色的残阳，真的，大家可以想想看是不是哦？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哦。 啊，但是这个东西要看跟谁搞，对吧？对，对我们西方经济学、自由经济学来说，我们看到的是血色的残阳，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可不是的，他看到的可是好好的不能再好，对吧？今天抽，今天从中南海直接升级到那个中华香烟，抽一根中华或者黄黄鹤楼，黄鹤楼一级几几几，对吧？来一根，来一根，哦，太爽了，终于嘛，对吧？大家经济死了，你们死了，我才可以搞回计划经济啊。 对吧？然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房地产销售，也就是这个二零二三、二二零二四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整体的中国的一个情计划崩计划中经济状况那个汇总表、啊、里面就说到，房地产的投资全都是下降的，拼着命的往下降，是吧？但是施工面积，你看全全国总值是五点八亿。 全国建筑行业施工面积，其实在二零二三年是负的一点五亿平方米，然后下面所有的房地产相关的数值都是下降的。但是竣工面积啊、呃，竣工面积为什么竣工面积会是上升的呢？对吧？为什么竣工面积是会上升的呢？因为大家想，二零二三年的竣工是不是二零二二年二一年开始造的？ 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我们叫悖论。一边呢是这里的，就是开工率下降；一边呢这里的竣工率上升。那竣工率上升也就意味着你要卖掉这些房子，多少呢？大概是是是九万九千九万九千八百三十一亿平方米，然后里面去掉别的，那住宅面积是七七万两千四百三十三亿平方米。所以中国的新房，我们称为新房市场。 它多出来这么多，多出来七七万亿平方米，七万亿平方米。那你想想看，对吧？今年你还造不造？你不造，对吧？你崩溃。你造，你还是崩溃。为什么呢？造了你要卖，卖又卖不掉，所以就总体上来说就是崩溃啊！大家就是崩溃。所以你看办公楼呢，办公楼这边呢是只新增了两千八百九十亿。 两千八百九十一，听上去应该很少，办公楼只只办公楼只增加了这么点，商业营业用房对吧？就可能商住两用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对吧？也是这样子，但是这它是增加百分之四点六，这是我后面要讲的事情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商务楼，商务楼这边也崩溃了，然后商品销售面积其实是下降的啊，这个主是主指标是下降的，但买不动呀，买不动呀，就韭菜哪里还有钱买嘛？ 所以买不动，那相应的就是什么呢？惠尔普，惠尔普就说了，他说啊，我我现在觉得，因为二手就是全世界的房地产销售不好，包括美国也不好，因为美国不停的加息，房地产销售是不好的嘛。所以惠尔普就把自己的那个二零二四年的预期是是往下面下调了。那惠尔普下调了之后，就是紧跟着就是大裁员，对吧？所以他就这边说的是那个什么 CROPT。 cooperator 和 d counter to save cost，对吧？reduce 了啊、呃，它所以就非常悲观。那惠而浦就是做小家电的。那美国悲观，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怎么说呢？你看，这个是二零二三年度中国家电行业三季度报告。为什么我不讲四季度呢？因为四季度没有出，他们这个家电行业的报告出的比较慢。如果有四季度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他说，二零二三年行业的销售规模的预测呢，他是往上走的。他觉得说预测是一定好的，是吧？为什么好呢？他说经济恢复，消费进一步释放，经济持续恢复。大家看啊，第一点是经济持续恢复，消费进一步释放，这屁这话就是个屁话呵呵。那我们也看到了，他因为他公布报告的时候是十一月份公布的，二零二三年的十一月份，所以他还在幻想着这个经济持续恢复。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了没有。 然后，然后第二个是利好的政策驱动房地产市场回暖，啊，再下去上海就直接买房子送户口都没有用，这个房价也就上海能升。上海房价升啊，比如说北上广深啊，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如果房价上升啊，对其他地区更是雪上加霜。比如说我现在北京和上海把房地产的那个市场给开放，然后你买房子还送你上海户口，我可以告诉你，上海的房价可以再上升一倍两倍和北京的房价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全国所有的房价全都给你崩溃，因为钱就一套嘛，小人就一个嘛，是吧？你小人就一个，你这个这个小人就在这里，只有一个小人，然后你就一个小人，你在那边拼着命的从他身上刮钱，然后他也要挑的，对吧？你买上海和买当地，比如说江苏省，我操，那他妈肯定看都不看，直接买上海。然后他说节点大促开节点大促开启，拉动家电销售。 这个话呢，也是需要上这两步的支持啊。那没有这两步支持，这个话也是个屁话。然后装修换新、购市带动存量市场这一部分呢，是对的啊，correct 对吧？C O R R E C T 或者 right 对吧？correct 这一部分是有是有，但是总量不大，总量是不大的。所以它现在整个行业呢就非常的悲观。你看，它自己统计出来说，三季度大家电的主要主要品类增长及规模是这样子的。 除了洗洗衣机，对吧？洗衣机和冰箱这两个东西它是上涨的啊，洗衣机和冰箱这两个东西是上涨的哦，还有一个干衣机，干衣机这几个是上涨的，其他的都是下降的啊，尤其是空调这一块下降的更严重，是吧？对比二零二二年，好，然后呃，这个这里的厨卫家电，厨卫家电这边呢看上去还不错。 同比都是增长的，相应的，对吧？同比都是增增长的，在这里。然后生活家电，从就是这个厨卫家电是热水啊、油烟啊、燃气灶啊、洗碗机啊、消毒柜啊，这还是指二零二三年是那个我我们这边就房地产还能够维持之下，二零二四年呢，那维持不住的这一块也要下降。然后这边生活电器又是下降的。 啊，就基本上都是下降。咖啡机，那那我们这边呢，吹了两年的咖啡文化呢，在二零二二年、二三年的时候呢，确实好。那现在二零二四年了，你这咖啡机还想往前吹？收二手、收二手货的都拼着命的在那边。机器人吸尘器啊，然后空气净化器，除了这几块全都是下降的，这个搅拌机、电饭煲、挂烫机、电风扇之类的，所以。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复苏还是萧条？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创新高。那这个文章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办公啊，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商业用房，一定要是个办公楼才行。基本上居民用房呢，因为它的房屋特性的原因，是不能用来做办公地点的啊，是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有那些野鸡物子会去注册去那种专专门就是注册公司的地方买一个工位啊，那那个地方全都是空的。 所有的就是一整层都是空的，然后里面都是一个个小的那些办公位，然后就说我的房、我的公司就注册在这里，然后办公在哪里呢？办公可能在别墅或者在那种三室两厅的大房子里面，这种我在中国也见过。但大部分情况下面呢，它都是要去写字楼里面。然后我们说写字楼，写字楼嘛，就商务楼里面去干这个活去啊。所以如果说写字楼啊空置率创新高，也就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是下降的。 是吧？所以他说，四大一线城市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在百分之二十，其中上海百分之二十一点八，深圳达到百分之二十六，啊，所以这个这个数据就非常的难看了啊。北京他还没统计。 因为北京嘛，毕竟是跑步进钱的地方，所以大家在那边写字楼多一点。那这个信号是不是这个新闻是不是有问题呢？你其实是如果去用中国写字楼空置率，在最近一周 past week 这边去做搜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好像不是一个假新闻啊，大家都还是多多少少有了。虽然这里大纪元肯定是要唱衰中国的嘛，跟我一样的心理阴暗，但是你看像《证券时报》啊之类的都会在说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篇文章。 他就说：“这个就是北京的空置率也经济金融危机的最高点，说明商业活动疲软，大量企业退租。这这个推理成成立不成立呢？我觉得个人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说嘛，现在进入到的是死亡螺旋，老百姓没钱消费，那就减少消费，减少消费就相应的要减少支出，呃，就其他人也要减少收入，其他人减少收入，那就相应的要减少生产成本，写字楼也是生产成本啊。” 对吧？除了厂房工人，那写字楼也是生产成本，所以加上这么多互联网企业之类的都都在退租倒闭，要什么写字楼嘛，对吧？回家都都直接送外卖了嘛，所以他这边的空置率就开始往上升。同时也有观点说，目前中国正在大量的那个写字楼的平建设平方米进入到了市场，所以呢它也会上升。那这话对不对？对，对的同时呢又有不对，那为什么你既说对又说不对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逻辑啊，就如果经济是往上涨的话，你的那个整体的新新入市的那些写字楼的平方米不应该下降这么、呃、上上升这么快，因为你会不停的有企业成立或者有企业扩产，然后去租更多的写字楼，结果那它上升这么快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嘛，是吧？所以它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在这里，嗯，你看，然后写字楼的租金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 他这边说那个广东的写字楼的租金，我们看看上面有没有租金啊？租金、空置率，它上面只有空置率，然后到了这里开始有租金了。说这边是租金，你看上海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是跌的，然后这边也是，北京的租金也是跌的，然后都是在往下跌的，空置率上升，租金下降，那这个经济情况。 啊，就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了嘛。然后还有许多的企业也呢，也正在搬出自己的那个写字楼。就总体上面来说呢，就是大家都是都是在往更差的方向在走，往经经济缩减的方向在走。所以呢，这一块中国的经济未来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这是这么推推算出来的，这么推论出来。 那最后呢，波波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对美国经济的看法，一个就是脱虚向实，这这是我们最后聊的一个话题，是吧？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来支撑，可以说我我也没去找这一部分的东西来支撑，但是呢，美国经济的建设指数，我记得有这个指数的二、啊，我去年做过这个节目的美国基建指数超二战。 哎，就是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我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啊。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我在 Clubhouse 的时候就跟所有的人说，美国将脱虚向实，脱虚向实。哦，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美国是不可能有，就是当时的粉红啊这类都说美国不可能再去走向实业了，因为美国不具备走向实业的所有的可能性了。呃、啊，但是我说，那拜登政府通过这么多钱，这么多基建，那他想干嘛？ 发发神经病是吧？你可以说拜登政府要发神经病啊，那、呃、其实这里面还是常有着美国的一个野心啊、哦，它要脱虚向实了。那那我之前的很多期节目也说过了，美国是准备跟中国有经济和战军事上的所有的面临的一切的可能性的应对叫应对。所以基于此应对，还有包括俄乌战场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那美国政府是不是要把实业给搞回来？虽然搞得没有这么快。 但是他还是要搞回来的，那一旦美国把这些东西搞回来之后呢，那美国不就脱虚向实了吗？嗯，所以目前为止，硅谷的日子不好过。就我前面也说了，就是人家说，加州白人的那个送快递的费用非常低，已经低到华人都不能够接受这个费用了，白人还在送这个费用，所以他们认为中就是加州已经完蛋了，加州已经是一个废物了。 是吧？那加州的经济等于美国的经济，加州经济不好，全美国不会好，是这么推论出来的，啊、嗯。但是呢，他的推论我也问他，你有没有看过美国别的州的情况？他说我不用看他，美国其他的州什么样子关我什么事情？我就住在加州，只要加州不好，就代表着美国不好。我说我你可以去看底特律，我们知道底特律在中国的底特律这个城市啊，底特律。 底特律这个城市呢，在中国就是属于那种主要的嘲讽对象。为什么主要的嘲讽对象呢？就是说，啊，你看，像这种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曾经的第四大城市如何沦到沦落到破产，然后就说底特律啊，吓吓人，吓得要死，马路上全都是那个鬼城，对吧？怎么样，对吧？你看中《中国人民日报》《人民网》啊，从车城到鬼城，就介绍底特律有多恐怖啊，日子有多难过。 真的是恐怖的一塌糊涂，你看对吧？啊，黑人占百分之多少，对吧？去歧视人家人种，对吧？没有大学学历，对吧？该比例位居全美之首，然后动不动就是说他走在底特律，然后就被人抢劫、被人打劫，每一个人都。 都非对，叫他们是铁锈带，然后说在底特律这个城市，走在马路上，你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强奸、被人枪毙、啊，对吧？还还有中国的 YouTube 去底特律冒险，我不知道找得到这个节目啊，底底特律，对吧？底特律探访，那你看这种两年前、三年前的节目，都是说底特律，对吧？ 白天犹如鬼城，对吧？一美元的房子到处都是，然后就去冒险，你知道吧？这个这最恐怖的地方，说底特律，底特律如何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现在是二零二四年嘛，是吧？现在是二零二四年的底特律是什么样子？哎，你会发现和两千年的时候的底特律呢，是不是会有点不一样了？啊，所谓的铁锈带这个概念。 就二零二三年二二年的时候，铁锈带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铁锈带的高炉就已经开始燃起来。Eminem 不是有一个那个说唱嘛，就是讲这个地方铁锈带，它的高炉已经开始重新重新回升起来了。那回升起来就意味着什么？铁锈带开始重新开始搞工业了。只不过呢，美国是非常偷偷摸摸、悄悄的搞，不像中国大喇叭猛喊，对吧？他们悄悄的搞。 所以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你会突然发现，所谓的铁锈带、匹兹堡、底特律、费城啊之类的这些地方，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他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业化，再工业化，那也就是所谓的川普的 M A 节又开始了，嗯，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千万不要小瞧美国，美国的工业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从工业水平上面，就像我我一直说的，我们学企业管理的时候，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管理的时候，就是今天中国看，比如说中国过去看印度、越南的一切不足，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包括美国，都不是问题。为什么？所有的不足都是可以被修复的，就像八七八十年代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看中国的工人。 连扭力扳手都是什么不知道，对吧？就像我说的，海尔的老板跑过来，第一件事情告诉他们，工厂就是厂房里面不允许大小便，不许随地随地大小便，你就知道中国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是靠谁呢？不是靠中国自己啊，绝对不是的，靠的是台湾干部、日本干部、德国公司、美国公司，呃，这些公司来教我们怎么做，一样的道理。 所以，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二零二零年、二一年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越南将会，越南将会成为中国新呃世界的新兴经济体，然后会成为制造业的基地。所有的粉红都在那边笑，狂笑，啊，说听过日吹、美吹，对吧？认德国人做爸爸，认日本人做爸爸的，竟然还有人吹越南，太可笑了！你们这些反贼简直是无知。那事实上呢？对吧？他们说印度只有。 印度只只只会拜佛，只会享受，对吧？印印度人没有集体性，没有那个、嗯、叫自主性。越南只有猴子，他们连人都没有，对吧？泰国只配只有那个人妖，对吧？什么都没有。那今天呢？我当我跟他们说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告诉我说：“印度尼西亚，你正常一点，对吧？你你吹越南也就算了，你连印度尼西亚都吹，你下次要不要吹孟加拉？”那我说孟加拉的纺织业确实也不错呀，是吧？ 常常说你你你还是走远点吧，你别跟我们说话了。你们这些反贼真的是弱智。事实上呢，所以对对硅谷的这些华人来说，他们不大能够承受。好不容易把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加入了硅谷 l e t c o d e 刷题，刷到 l e t c o d e 网站都被他们刷爆掉，对吧？结果硅谷不行了，很多人是不能够接受这一点的。 所以很多人问我后面要走什么路，我就告诉他们走传统行业。传统行业呢，它的收入不会差。我们说不会差、啊，你要跟硅谷，对吧？动不动就说硅谷的就硅谷的下线是亚马逊啊，这种一毕业就要拿十二万美元，这种好像变成硬性指标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传统行业是给不了你的，洛克希德马丁都给不了你。但是你说你在美国做一个中产够不够？传统行业是绝对够的。 这里面又涉及到华人内卷，什么叫中产？什么怎么定义中产？多少钱算中产？啊、呃，这华人就喜欢这么问嘛？你告诉我多少钱算中产，对吧？我经常听到这句话，对吧？你跟我讲中产多少钱算中产？我说在美国，你八万美元就肯定妥妥的是中产了。他们告诉我八万美元，我在硅谷十二万美元我都是个垃圾，对吧？二十万美元我活的就像什么？就像个乞丐。你告诉我八万美元的年薪算是中产？ 他他们笑我这种屌丝没有看到过钱，但实际上真的呀，真的呀，这个硅谷是不正常的，他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和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嗯，好，谢谢大家。最后呢，还是大家看看这张美丽的图，peace 一下，peace 一下，这照片拍的真的太好了，真的是太好太好了，真的可以看很久很久，建议大家有空多上论坛来看看。 P e e a and c love，这老哥上传了很多张照片，然后我觉得一天放一期节目放一张是比较好的频率，因为我这边大家给我的照片比较少一点，所以我,我也不能够放得太快，对吧？但是这个张照片拍的真好，这日本我估计是京都吧，应该是京都、哦。嗯，好，祝大家生活快乐，Have a good day。 这个是我在我在澳大利亚说的最多的一句英文，Have a good day。反正看到谁都跟他这么说，Have a good day。You too. t h a n k you for everyone.